快点过来吃饭了，弟弟。快点过来吃。快点来吃饭。快点。你有什么话要说？你说。为什么不来吃饭？快点，我给你解释的机会。都不吃。快点过来啦！他不给他，我们都不要给他吃东西好了。他饿。弟弟，快点过来吃啊！你这样子，你肚子会饿的，长不高。你们都没有吃营养的东西。快点过来。过来坐着，你先坐着，先在这里坐着，不要在那边坐着，先过来。电风扇对。怎么样？